敲着痛，里面全部是空的，这个指甲，对，全部吃空了，这里面的，连着根会痛，修的时候。就有一点点根，这个指甲全部都是空的，扯得痛了。剪下来这个不全是空的。没搞到哪里痛啊，没搞到肉上，扯得痛吗？你看这个指甲全部吃空的，这里不能修了，修的话就修到肉了。嗯，说修完之后反而不好看了，就是个坑坑洼洼，这虫子吃的，吃空空的，这两边都吃。那就下下多了。